经过激烈的初选以及复选，十八组同学脱颖而出，进入106年外交小尖兵的决赛。No problem. Good idea.最后将会是哪些同学过关斩将，成为106年度的外交小尖兵出国参访呢？ Are you ready? 外交小尖兵。